萧敬腾带来这么，吉他你要去哪里？哇哇，刚刚那个水柱喷上来，有被喷到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你的武艺进步了、欸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舞蹈越来越好了、啊。我没有跳舞啊，可是你刚刚那个舞蹈好不好？而且我刚刚一直看画面啊，我一直觉得你好像一个人，我一直要讲到忘记了。你今天这个穿着，在刚刚你像刚刚的舞步，你好像 Michael Jackson。像 Michael， 你知道吗？你刚刚让我感觉像 Michael，、对不对？谢谢，很棒。謝謝，对，我是全新的 Michael。謝謝非常棒，萧敬腾表现非常卖力，给他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，非常好，对对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对对。那今天在担任这个我们 QC 海洋风的代言人，一连唱了五首歌，非常的辛苦。接着下来，可能要请你这个留步一下。好，对，因为待会我们要举行一个非常棒的仪式，对对对，举行这个仪式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要邀请另外一位，我们波西米亚风的代言人，就是我们流行时尚的教主来到现场，没错。那我们热情掌声欢迎蔡依林。欢迎，要去哪里啊？对，在一起没关系。对对对，好，要不要跟现场大家先问候一下？嗨，好，大家好。对对对，哇，今天这个波西米亚风，今天穿的要不要跟大家这个？就是随便自己想要怎么搭就怎么搭。哦，这是波西米亚风最高的公主。就是随性啊，然后展现你自己的个性。是的，这样子。我刚刚说他今天穿这海洋风非常帅气。对，蓝色海洋风，有点像 Michael。哦，因为他刚跳舞 ，Michael Jackson， Michael。哦。好，那个今天很高兴的，这个请到蔡依林啊。那之前我们这个八月份在这个西门町有举办，对，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时尚派对，是。然后很高兴的，这个两位这个代言人非常的尽责，今天都来到现场，而且现场现在已经人山人海，好不好？大家注意一下，要注意自己安全，尤其在这个我们舞台的两侧哦，我们有很辛苦了，我们交通人员在那边为大家疏导，所以大家请注意你自己安全，因为你这个面都朝这边，所以你身后可能有车子，有比较大的车子会经过，我怕他的这个后照镜啊会把你的相机带走哈、哦，所以大家注意安全。还有在对接的朋友们，大家就尽量在那个人行道上面，大家不要往下站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对面的朋友哈。哦，好，辛苦大家，希望大家多多的配合，注意自己的安全。好的，那今天呢，两位这个代言人呢，都是盛装来到我们现场，所以我们这个即将要举办一个仪式啊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我们 QC 海洋风新时尚启动的仪式。那除了我们两位代言人之外呢，我们还邀请我们另外的两位长官上台，一起来见证并启动我们最时尚的海洋风。那首先，我们先邀请台湾三叶机车陈辉煌副总以及彭仁德协理，欢迎陈副总以及彭协理上台来。好，来，好，好，那副总你看一边，那协理看一边，好，那个两位代言人站内侧，对，好，等一下啊，待会一人拿一条绳子。好，待会先拉着。好，那另外我们还有两条绳子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QC 啊卖得非常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在前几天呢，我们特别在抽出了两位是我们这个 QC 我们的这个 VIP， 这个我们大高雄地区的 QC VIP 上台来欢迎这两位 VIP， 这两位非常可爱的妹妹。好，哇，两个今天穿的海洋风，好啊，就在最旁边两侧，对，好，待会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我好，等一下，对，当我待会大家一起喊五四三二一的时候，我们要正式来启动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各位准备好了没有？现场的，好，舞台上的贵宾也准备好了，各位注意，我们的 QC 海洋风新时尚启动仪式倒数五秒开始，五四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启动！哇，我们 QC 再度的启动，创造流行的新话题，让我们绝江的街头充满热情洋溢，自由、时尚、风情的海洋风情。今天 QC 海洋风新时尚正式启动，掌声鼓励一下！
我们的 QC 将会持续的走在流行的最尖端，带给大家最时尚的 QC， 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最时尚的 QC， 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接着下来我们这个现场来拍照好不好？然后大家就站在两侧，然后人员靠近一点就好，就站这样就好了，好，这样就好了，对对对，好，我们留住这个风范啊，小心注意安全，对，然后两侧大家往中间集中，好，那我们线上，好，我们开放整个媒体以及所有的粉丝，大家尽情拍个够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看中间，好，大家看中间，好，再来看左边，大家看左边，好，我们再来看右边，好，右边，好，最后再回到中间。好 ，OK 吗？都拍好了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陈副总、彭学礼，谢谢，谢谢两位长官，来，请回座，谢谢。好，哎，阿杰去，握个手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那这个。